就是这种冰丝的料子，然后有点像莫代尔棉冰丝的感觉。它是做宽肩垂坠领，它本身是走宽版的，所以呢 SML 菜楼通通可以驾驭。里面呢、啊、可以自己穿有造型或是有花边的小可爱，围露出来就很好看。它这样垂领式的，弹性度啊、冰凉度啊、料子啊、品质你都不用担心哦。那我现在这一套可能就是来点小跑步啊，或者小运动，它也可以适用哦。你如果是搭仔裙，也会有那种小辣妹的感觉；你是搭休闲的下身，就会变成休闲运动的感觉；你是搭雪纺上班族的裙子，就会变上班族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衣多穿，超级好用。分层的部分就是盖过半颗屁股了，所以呢，我刚刚讲，如果你是穿运动小短裤，平常你要遮肉长度的人，很适合哦。而且它的宽肩真的落得很漂亮，就是它蛮大片的，让每一个人的手臂侧身都可以藏起来。那平常如果你是穿小短裤的话呢，我觉得都可以搭。好，那黑色的部分跟白色我觉得都一样显瘦，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挑，而且两个都是很凉快的，所以呢取决于你自己到底喜欢黑还是白。